据香港媒体报道 ，Twins 成员钟欣桐辞台内地新剧《武则天秘史》饰演才女上宫婉儿，阿娇《苏中半路》跟男演员拍缠绵床上戏，又和对手热吻，场面香艳火辣，难怪不少内地粉丝都称期待阿娇的演出，还有人认为她的演技也很有进步。Mm-hmm.